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一月十一号，元月十一号，呃，大概在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，广州正佳，它叫正佳广场，一辆宝马，呃，在正常行驶的背景之下，一辆宝马直接冲冲过了这个人行横道，而且在它是来回这么走的。 那在你如果从疫情的角度来讲，能够看出广州呢似乎在恢复正常，因为呢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，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路口，那很大的一个路口，人非常多。结果这辆车就这么来回转着跑。呃，在在整个看过一些视频，但因为那些视频呢，里面出现就是非常暴力的场面，那通常在任何社交媒体当中他都不接受的。其实。 现在能够接受似乎就是 Twitter，在 YouTube 很多的社交媒体他不他不会接受，所以我们就这么跟大家分享了。那里面呢，这个司机只有二十二岁，啊，二十。后来警察来了，把他给制服了。那我呃，制服之后他说呢，啊，黄坤明是叫黄坤明啊，黄坤明就是广东广东省委书记，说那是他叔，然后管警察叫阿 Sir。 所以这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令人尴尬，不知道不知道他真正背后的缘由。那现场撞死了五个人，应该看起来有个孩子，那撞伤了十三个人。那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、啊，可以看到都是警察在处理，啊，警察处理。所以在社交媒体上传的比较厉害。那据说呢，国内国内应该一些网站也给下架了，因为它确实直如果直接。 牵扯到人的尸体就躺在马路上，那在一般社交媒体上它是不允许的。但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的突出啊，在时间点上，在国际社会当中，在美国社会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故事。那比较突出的，在去年是前年，圣诞节游行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故意故意冲撞以这样的方式去杀人，这是有的。但是在一般正常的社会当中呢？ 人们是这种事情，要不然，是讲恐怖主义就带有一种仇恨了，那要不然就是一种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种报复行为，但很少人们会去跟这个政权、政府去联系，人们会探讨社会的风范、风气，人们会探讨社会的环境，或者探讨一些政府的政策。你比如说，在法国曾经过去，法国跟德国都出现过恐怖袭击。 那开着大卡车故意撞，那是恐怖袭击，那是概念是不太一样的。恐怖袭击有些背景，正一些宗教的背景。那而在中国社会出现这种事情人们会跟这个社会环境、跟这个体制、跟生活的压力直接挂钩，这是人们自然就联想到了。那而特别是撞用汽车去撞人呢，人们就会感觉那汽车变成了武器，那去伤及无辜的人。 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怒跟不满。那这个人，这个孩子，二十二岁，他最终结果、最终定性会怎么样？我们并不清楚。但是人们普遍对于政权、对政府、对于今天中共都是采取拒绝态度。人们对面对所有这件事情，都去愿意相信自己的评价。人们不太相信整个环这个这个政府有着任何政府背景的行为呢？人们都会质疑他。 所以，就社会社会失去了一个基本信任的基点，而人们我看了一些讨论，人们共同讨论说：“你为什么要报复这个社会？有本事你去跟共产党干，你去跟头儿干，你别跟老百姓干。”所以，这是在中国社会当中普遍认知的，就是他是在报复这个社会，他是个无能者。那当然，如果他是个报复社会、是个无能者，他有条件开一辆宝马，我不知道是,是宝马五系列还是。 还是三系列车不是很大，所以五系列、三系列的可能性比较大。那如果他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有条件有这样的车的话，我们只能是猜测了。那他已经不至于去，就是他在一个物质化的背景之下，他是个成功的，他有钱啊，有钱就叫成功了。那他是一个成功的，但他如果还去报复社会的话，代表这个社会的本身，无论生活在哪个层面的人。 都有可以使他疯狂的地方，都现实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促使他疯狂，所以具体的事情都会有着具体的说法。但是在中国，在中共体制之下的社会环境中，人会给出一个特别的说法，就是会迎合，会一定会跟共共共产党连在一起，跟共产党的政策连在一起，跟整个老百姓的现实环境中的。 背景环境就是我们生活的普正常的环境连，连连在一起，而这个环境是完全是扭曲的。这个这个环境的扭，对不起，环境的扭曲是跟它现实的生活，就是人们没有任何信誉、没有任何信任跟信誉是直接相关的。人们看，人们在看待生命的背景之下呢，它的基点是它的基点是对立的。 真的基点是对人们没有值得信赖的东西，这是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。呃，涛哥对吧？一语成谶。我们有期节目三天前有期节目跟大家介绍过，我说中共国应该死了七千万啊，应该伤及七千万。那伤及七千万的原因是来自于两个人的统计的说法，在在北京，在北京，那他说北京的当时的。 这个确诊率百分之八十，啊，就是人们人们感染率，人们人们感染的百分之八十，这些不包括无症状我们讲的是有症状，百分之八十当中，当时的这个首都医科大的呃老板，首都医科大的这个这个教授主任吧，传染科主任吧，说，呃，重症率不高，只有百分之四，两千三百万，百分之八十，那是将近两千万。 重症重症率不高，只有百分之四，那是多少？四十万，百分之四，四十万，对不对？那个那个呃，这呃，对不起，八十万应该是八十万，一个城市八十万。那在呃，这是百分之四，而在这个呃四川，那四川协和成都呃重庆协和的说大概感染率百分之八十。四川跟北京很奇怪，他们一直有数字，百分之八十。 四川加上重庆一亿人，百分之八八千万。他说百分之十，那是八百万。那这是两个地方，一个说百分之十，一个说百分之四。我加起来除以二，变成百分之七。所以我们按照十亿人，百十四亿人百分之八十感染，我们按照十四亿十亿人说那是七千万。当时我们的一个数是这么来的。那么现在看到这个数，全中国人。 百分之七十感染，八千万转成肺炎。那抓八千万转成肺炎与白肺之间的距离有多大？啊，与白肺之间距离有多大？那呃，麦呃呃，奥、啊、密克戎不可能转成肺炎。张文宏自己说，的。今天中共的防疫一切都是张文宏自己说的。那张文宏自己说的基础是社区医院治疗。 那社区医院治疗，当以这样的症状进来的时候，那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一定给他吃屁药，一定给他吃屁药。现在都不能直接说明的屁药就是辉瑞的药片儿，说你一定要吃屁药，吃完屁药他就不用再去送大医院治疗了，就减少肺炎的可能。那到底这东西是什么？所以他在他的治疗就是张文红不说，他不是。 奥密克戎，但是在治疗的本身上，却跟他说的奥密克戎是对立的。所以到现在，中国到底是什么病毒造成这种状况？上至张文红，下至老百姓，没人说那是什么。但症状有，死人有，肺炎有，对不对？那八千万肺炎有多少转为白肺？有多少人可以死亡？这个这个数是，呃，这个数是中共卫健委。 医政司司长自己说的，呃，中共国大流行抗原阳者就是阳后出现阳后出现肺炎的百分之八，所以有八千万，所以这是他给出的数据嘞。啊，阳后他没说阳康之后，他说阳后是百分之八，那我们说的百分之七，其实故真的故事差不太多。 呃，然后这里就讲了白肺正常状况跟白肺的状况。那他是在接受央视电视台专访的时候，二零二二年奥密克戎临床分析，普通型中出现肺炎比例较低，不到百分之十，大概百分之八左右。那他这就是很保守的说法，他是在奥密克戎的基础上说法。那他说奥密克戎有百分之八，那。 张文宏说奥密克戎没有在西方的社会中，都认为奥密克戎根本不会出现肺炎，那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这就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。我们用的是亚洲电视台的啊，自由亚洲的。那自由亚洲采采访了上海的一个康复者，他说：呃，很多感染者已经已经白肺了，肺炎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四亿人七。7亿人 百分之七十感染染疫的话，那应该有八千万。他说身边很多阳阳了都是白费了，就是好了之后肯定生活无法自理，特别是老人、年轻人最好查一查。一个朋友以前是上海电上海市电力局局长，现在白费高达百分之四十。那也就讲说，如果以这个数字说，在中国。 超过百分之十，甚至到百分之十五，我们这么估算了。那当这场风波之后，基本上会出现半残。如果他说有八千万，如果我们加一倍10，百分之十百就是一千六百万，一亿六千万。一气一亿六千万当中，如果人们是白肺的话，无论他就等就等于落下了终极终身残疾，对吧？你的肺叶百分之四十纤纤维化了。 那他怎么复原？他怎么复原？如果他无法复原，你是不是就半残？你走不了三，你你的呼吸系统不灵了，就出不来气儿了。我们原来节目中一直讲过，呼吸是人最关键的地方，对吧？人们可以绝食，老活着绝食；人们可以绝水，那就危险了。没有绝气的，只有自杀上吊叫绝气。所以，气、空气就是人们呼吸的氧气。 无形无色无味，却是对人们至关重要的。我们原来跟大家解释，那人们对呼吸的要求，就像它等同于大脑人的元神。你看不到呼吸，你看不到空气，你也看不到自己的元神，所以没有呼吸两分钟嗝屁，没有元神你就是行尸走肉。你你没有一个人的灵性，你就是个行尸走肉。 人的自己生命的存在都可以以这样的很简单的道理进行比较，啊，非常简单。染疫人数到底是多少？张文红，张文红，这是今天他说的。呃，有一个说法80，百分之八十染病毒，所以这个这个数字都各说各一的。中国科学，中国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红，张文红这头衔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是什么，怎么说的都有。 他应该是取代了钟南山。他说，中国各地百分之八十人染了中共病毒，实际人数可能更多。在十号，昨天，张文宏在复旦大学在，在在指导有关治疗的时候，有一个视频，视频身边他有几个医护人员，医护人员其中一个人医护人员说，身边的人都阳了，就我没事儿。 张文宏张文红说：“你一定要去查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已经阳过了，但没有出现症状。很多人都以为没有症状，很多人都以为无症状患者那是在瞎说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不是很多人去日本、欧洲旅游给查出来，三分之一都阳了，这些人没有症状。然后他跟这个人说：‘你有可能是无症状的，怎么可能？’” 这帮人都感染了，就你不感染，就他这句话说的要命啊！怎么可能？那他然后说无症状一定存在，这句话是对的，无症状是对，肯定存在，这是对的。但怎么可能？别人都感染了，就你不感染？但张文红却无无从没有任何能力解释，在十二月七号之前，全中国都是相对关闭的。 十二月七号之后，坐地跟一起放屁似的，全放出来了。张文红从来没有解释过他是如何交叉感染的，他是如何出现的。所以这就是今天张文红不信天不信地，只信他自己。啊，不信天不信地，只信他自己。他自己有着自己的什么样的认识，就是什么样的认识。所以张文红的一句话就有着人定胜天之嫌疑，在。 你到今今天的罗马，你到梵蒂冈，你到这个呃巴黎的凡尔赛宫、卢浮宫，你看看文艺复兴时期描写描写文艺复兴时期的黑死病。你去威尼斯，你去看一看。那在当时的状况，所有的著名的画作都是满地死人啊，这儿死了那儿死了，有人死了有人没死，一家人都死了就他就他没事，想死都死不了。 而在当而在很多著名的画作中，都画出了天神、天使啊，敲谁家门儿，就是就就就就就把谁带走了。其实相当于中国的瘟神，所以这这这这那那问题，那张文宏就这一句话，张文宏的这一句话，别人都扬了，就你不扬，怎么可能？就这一句话，就注定了今天中共国，因为他的身份注定了今天中共国。 瘟疫，瘟疫将大规模流行，而终究不解其意。那也就，换句话说，瘟神伴随着习近平，就以这样的方式，很简单、很正常的出现。在同一个环境中，在就是同一个录录音，同一个环境中，张文宏说：“呃、辟谣啊，他在他在跟他他在跟人家解释，说浦东地区的社区中心指导他去指导。” 那、啊、里面明确讲说要用小分子药，有几句话，上海人听完之后很放心，外地人听着很扎心。我们现在的药不缺，你不要像宝贝一样把它藏起来。药如果不用的话，根本就不灵的。但他说的小分子药，就是上海人说的屁药，就是辉瑞药片，啊，他所以，他强调在社区就要使用屁药，但是。 今天的中共国却不把它纳入医保，不纳入医保，说它价钱太贵，多少钱呢？七百块，啊，七百块。当不纳入医保的时候，就造成造成大批的中国人没有机会、没有能力享受辟药。而张文宏说，辟药是救命，一定要用辟药，不要用什么其他消炎药，不要用什么降压、这这个这呃退烧药，只要用辟药。 所以这是在同一个环境中讲述的，所以同样是张文红告诉了解决的办法。当然，很多人说辟药会有副作用，告诉了解决的办法，在他眼睛中那是灵丹妙药。但是，中共国的体制却不把辟药纳入医保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全国，他说了80，百分之八十都阳了，怎么可能就你不阳？也就是说80，百分之八十的比例在张文红眼睛中。 还要低，还要还是低了，因为没有查出来的，没有显示出症状的是无症状那到底中国有多少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那是中国就就是国家赢了，习近平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习近平不阻止你吃药，却阻止你把辟药纳比最有效的药物纳入医保，而这个药的本身，这个药的本身。 是救这个，是防止重重症率跟这个死亡率的。这个当时辉瑞的药是这么说的，但反过来，张文宏又说了，全阳了，所以全阳了就那样了，全都白费了，就这样。这是今天中共体制之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扭曲的社会。在这么一个扭曲的社会，反过来你去看，在广在广州那二十二岁小伙子去撞人的话。 那他的行为，他的怪异的行为、诡异的行为，跟你现在看到的张文红，跟你看到今天的习近平，跟你现在看到中共体制之下，我们所有人在面对疫情的时候，他的态度有什么差距呢？其实是一样，这就是中共体制对中共国人的真正的态度，而人们却无从无法从这,这样态度当中。 能够认清今天这是共产党的恶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